抖音。没关系，你继续。我开始大量刷题做卷子，你继续组队玩游戏。我开始接更多网课笔记，你继续淘网课吃鸡。我开始频繁使用 Timee， 你继续频繁使用 Timee。没关系，你继续。等我到了山顶，再俯视你。歇不下去，你就把书摔在地上，冷静一两秒再捡回来继续看。周而复始，这就是枯燥的学习。永远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，所以请你好好学习吧。为了老妈病上的白发，为了老爸应酬时被酒灌坏的胃，为了封住瞧不起你的人的嘴，为了以后能自豪地说出我的高中可都是血汗史。抖音。他像是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我们当初还略带着一点娇羞，才能柔弱可爱的外表。抖音。在学校里最可悲的不是成绩差的，而是成绩不高不低，一直在中间的。我曾经也是这样，考试考好了被老师怀疑，考差了又被他们嫌弃，有时甚至因为老师讲太深奥而听不下去。直到林屁屁让我遇见高图课堂，那里有我喜欢的幽默的老师，有我喜欢的上课方式，从那以后我就变得越来越优秀了。我爱你有种左灯右行的冲。抖音。世界上最温柔的事大概就是 WiFi 信号显示满格，对方正在输入中，买到炸鸡店的最后一个鸡腿，从旧衣服里找了100块钱，您的快递正在派送中，手机快门电视刚好回到家，还有他的那一句我只喜欢你。今天收到了好多鼓励信，让我们一起加油呀。抖音。来得及，跑得上，你可以，加油。你挑剔我的卷发，我的指甲，摸我的裙子在膝盖上面 like slut， 眼线太长像是獠牙， drive you crazy I make you pay， 那些衣服代表不了我，代表不了我。I'm a good girl or bad girl， 不用你来说。I want change, I want change, I want change。You need change, you need change, you need change。不是只有你张着一张嘴，见到漂亮妹。累不累？累不累？不成了就喝大喜，天冷了就加衣服，瓶盖拧不开了就用牙来啃，走夜路的时候拎块砖，一个人又不是不行。抖音。听清我下面要讲的话，至少可以帮你解决99%的烦恼。不行就分，喜欢就买，关我屁事，关你屁事，多喝热水冲洗试试，爱是不是想去就去。抖音。哎，我看您长挺好看的呀，为什么要用沙雕头像呢？还爱发沙雕图？您明明挺专情的呀，却偏装个会撩人的姑娘。其实你是不是也……抖音。一局游戏的时间约是30分钟，可以做10道数学题，也可以做5篇阅读，30道选择题，25道算术题。可是你只打了一把游戏。抖音。1915年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日本相爱，当时孙中山已和卢氏成亲，于是要求与卢氏离婚，并迎娶宋庆龄为妻。卢氏接受，他说。我常识不够，又不懂英语，帮不上先生什么忙，愿先生和我各觅良人。可孙中山离开后，卢氏一个人活到了80岁。喂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了，不要别人一失落你就怀疑自己，不要别人一道歉就心软，不要总是委屈自己让别人开心。明天就是3月了，我要轻松一点喽。抖音。
哎，我们真的幼稚死了，为了表达不开心要换一个黑白头像，换一个个签，频繁删除社交动态，把空间朋友圈设计成三天可见，或者干脆直接不见，为的就是引起那个人的注意，让他过来问一下我到底怎么了。可是好像并没有什么用，这么自作多情。抖音。